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就像写那么大就好了，你这个你不用那么小。不用宣纸，也一样量大，对啊，量要被量量大。那张你为什么用宣纸写？告诉我。那百家姓而言，你写什么作品？大头跟着，你就随便写两毛片子练就好了。这样子啊。那你为你把你装两篇写三个大字当装作品？是不是？实在。那就拿毛边的练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哈、哦。谢谢。对呀、啊。压下去，一直压下去，后面都是。让大家这样，谢谢。